好，饰演白金之子的时候穿的结实一点，然后我们还带了一个这个啊，夏波利利之火，就是让他只攻击我们啊，不攻击我们的弓箭手。我一开始进去以后还得继续跑。好，把它弄出来以后，我们就赶快跑。哎，他还是去打他了。快跑！快跑！怎么还是去打他呀？我的天！怎么在这儿？那还是不行，很快就被人打死了。好，下一个我们饰演恶兆猎人罗格啊。这罗格上来就打他。来给他加油，不过他的防御力也很弱。加油了吗？好，下一个我们来饰演红狮子骑士奥加。下一个，我们饰演堕落调香师啊。终于打上了，加油！加上油了吗？好像是加上油。
光打我来了，哎，终于打他了。来试验一下火焰武士啊！火焰武士，忘了给他加油了。好，下一个我们试验一下尸香骑士奥雷格啊。尸香骑士上来就开始打，还是不错的。来给他加油。来个减油是，哎，哎，没打着，减油 ，OK。加油！他不行了，这样。
好，我们来试验一下亚兹拉兽人骨灰。这两个攻击力应该很强。好，给他们加油。虽然防御力很弱，但是攻击力很强。下一个我们试验古龙骑士克里斯托夫。OK， 给他加油。加油！一直帮我们打到第二阶段了啊！打到第二阶段才死。